你口臭就变0.6了，14.16了，31了，快点再来，34，风速好像变大，对不对？有风速变大，风速变大，对对对，好好，35可以了，太臭太臭了，太臭了，嘴巴太臭，去刷牙，去刷牙。啊、哦，好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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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清清清，快点开啊！好臭啊！阿弥陀佛，天哥，我是大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，那我对。箱子啊、哦，看你拿走。这箱子我需要。爸爸，你呢？妹妹，快点帮忙。它也跟上次的介绍是一样的，它有保护。撕掉。可你不，你上次不是说不要撕掉的吗？撕掉了，上次那台撕掉。我都不给我撕，上次都不给我撕。来，妹妹。这台是台湾版的。上次那个是什么版的？大陆版。我把它丢到下面，了解一样。宝莉。哇，等一下，我来，姐姐。宝莉。宝莉画面，请看。这一个。宝莉，把它拿出来。想要这个，先拿出这个。上次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上面不，上次不是，上次没有这个，没有外面塑胶这层了、啊。对，哦，有吧？没有，我没办法放，因为这里有口可以开。嗯，有那个。暴力来，暴力给暴力啊！暴力。我来用，给我来用。这塑胶套也太厉害了，慢慢来好吧？这，呵，我还皱哎、欸，还皱哎、欸。那边啊，这里可以打开。我们可以洗碗哦。真的开太久，快点，姐姐姐姐，啊，快点，妹妹把暴力，快点破了，跟你暴力了，快点暴力了，妹妹。
他爸爸吃掉。你要在我的手。姐姐跟他说对不起。妹妹对不起。剪刀，这小朋友的。对啊。这怎这么立？怎么是小朋友的？剪刀。不是爱写宝宝的、啊。好，那首先我先拿一片出来。我在勾住哦。好。来，先生，你要进去美发沙龙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让你进去哦，先生。来，我帮你伸出来了。好，我把你拖进肚子里。我已经把它弄进肚子里了。好，你看，有个黑眼睛在看。让我插进，你插上去，开机。现在有多臭？100%，有100%臭哦。那是滤芯，还剩100%。啊，20%，大家会正常，大家会正常，现在还没有开始。有了0.2，你看，你口臭就变0.6了。不是这样玩的啊！啊，再次，十四，17，14，16了。妹妹这边没有用，姐姐这边姐姐嘴巴比较臭，比较有用。17了。你哈久点，哈久点。18了。臭嘴壶19。小猫咪不能爬在桌子上。23了。24，哦，嘴巴真臭。25。我喝好多糖。27。至少大哥100好了。看30会不会风速变大？好，安静点，我看。风速有变大吗？好像还没有。昨天那天31，快点再来。32，33，是变大，34，风速好像变大，对不对？然后风速变大，风速变大，对对对，好好，35可以了，太臭太臭了，太臭了，嘴巴太臭，去刷牙，去刷牙，好，去刷牙去，好啦。这是上次那一台，我们用了一个礼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滤网脏不脏吧。好。好像有脏吗？没。好像没有很脏哎。我想看。用一星期了吧？用了一个礼拜。2个月了吧？它不像汉尼威尔那个少一个礼拜就很脏了，这看起来好像都还蛮干净的，因为它都落风在跑，风速不大。有灰尘。有灰尘啊、哦。一定有的，灰尘都在飘。好的，嗨嗨，最强风速。看爸爸。看下去。小女孩。两个小女孩。你看，这用一个礼拜的汉尼威尔。嘻嘻。太恐怖了。这用弱风，每天吹九个钟头，一个礼拜，上面都灰尘了。老实讲，我觉得汉尼威尔这台比较有用，虽然它很吵。喜欢我的一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好。